馬來西亞嗰啲行動黨五十幾年，我哋從來都冇用槍，冇用掟手榴彈，冇搞政治暗殺嚟帶嚟政治改變嘅。我哋唔係馬共，我哋唔係陳平、林吉祥、李可明，從來冇著軍裝，我哋冚唪唥著西裝，係咪啊？不過其他國家冇講太遠，講最近發生嘅烏克蘭戰爭。俄罗斯同乌克兰打仗，带嚟政治改变，唔系投票嘅。你投票选乜捻总统出嚟？俄罗斯唔系好中意，唔系好 like。坦克车、飞机、军舰，冚唪唥到。你话乌克兰好远啊？讲近啲噶，缅甸同我哋差唔多同一时代，戒炒宽带，昂山素姿做开缅甸嘅执政党嘅执政执政。两年几个就呢度视野登真边含硬冚旗，我哋最多冚旗冇部长做翻国会议员，做反对党仲有津贴。昂山素姿同佢啲马仔含硬坐监。昂山素姿最近有四个助理，四个民主派被枪毙。你讲再讲远啲嘅，喺马来西亚，我哋算系一个福地。因为我们的政治几十年里面，除了马共用枪，在1989年签了合斋的 agreement， 他们都放低武器不斗争了。行动党几十年通过一票一票的选举，多数时候扑街，三零八过后开始做执政党，做到509，二十二个月又被那些青蛙出卖又扑街，我们都没有填额祖先。李克明冇筹款去买机关枪，啱唔啱啊？岳兆福冇去讲，诶、哎，黄家和佢哋拨款买战舰啊，买 warship 啊，唔系，佢哋系督鸠爆啲冚家铲买钻银酒水。所以睇一个负责任嘅行动党点解咁重要？因为我哋希望马来西亚嘅政治改革永远唔会流血。以前佢哋硬啲，好惊513、308、505、509。投票前，硬啲你同我媽同我外母一樣，買定麥基麵係咪啊？驚天日贏咗佢會完咯。而家咧證明咗硬啲唔使買麥基麵，乜銀麵都唔使買，大嚿麵都慳翻埋。點解？因為換政府係唔會流血嘅，甚至毛統換首相都唔會流血嘅。呢個係乜嘢啊？呢個係民主嘅進步，呢個進步係靠佢哋一點一滴輸咗唔放棄。堅持用投票嚟改變你嘅一票，唔單止509，你嘅一票從1969開始到今日，先至睇到個冚家鏟瓦接坐監。大家俾個掌聲鼓勵下大家。好多人講：哎呀，政治冇用嘅，你睇瓦接，瓦接識做戲嘅，坐12日啫，又話腰骨痛啊，又話邊度要出嚟啊，又話叫阿江去寬赦佢啊。马来西亚冇得变噶啦，佢老婆虽然讲有吓、啊、一审重罪啫，过后如果系毛统做翻政府，佢哋又冇事啦，所以改变唔到噶。难啲，阿哥，今晚我同你讲清楚，如果下一届你唔出嚟投票，那接好快就会讲我病，我唔舒服，我腰骨痛，我风湿痛，我有子宫癌同埋乳癌。所以我要申请保卫招议，政治人物都好多系用呢招噶，包括其他国家捉嘅反对党领袖啊，边度都好，泰国嘅烟压系嘛，泰国嘅塔先都系保卫招议走佬噶。所以那接如果下一届毛统赢翻，佢就病渣病，哎，那接病好紧呆咗啊，食雪宝丁又可以病，喉咙痛又可以出国系嘛？如果下一届你唔投票俾我哋？分分钟毛统做翻政府，那接就会诈病，然后爆威招疑，呢个第一佢会走佬嘅。半年选举，半年佢哋赢翻咗，佢半年就走佬，去坐多挨坐半年监嘅啫。再嚟肥婆都 smile 冇事噶，佢老公都可以走佬啊，佢老婆边度有事啊？仲有印尼仔阿乜扎歇，系咪啊？仲有毛统其他有食钱嘅竞就，包括黄家和踢爆佢哋卖军舰嗰啲冚家兄。冚唪唥冇事噶，点解？因为你讲埋身冇得救噶，所以你唔投票。你唔投票，佢班人冇事咯。所以有啲讲唔系509系有意义嘅，嗱509我哋出去投票，身水身汗，
甚至坐飛機翻嚟，佢投一票今日見咗哪吒坐監啦。嗱，呢啲人佢係醒一半啫，唔係醒曬嘅。我今日同你講，509嘅嗰票咧，係整到哪吒入監，戴手铐數扣，係扣一隻啫，唔係好穩噶。哪吒依家坐監唔係坐，唔會可能坐12年噶。佢哋會有好多著數，好多招數，使到佢喺保威招義，甚至揾皇帝嚟寬恕。嗱，皇帝都係斗噶，當姑。皇帝都唔係蠢噶，皇帝好醒噶。皇帝講咩啊？冇咁兒戲嘅，咁容易寬恕嘅咩？啊，咪皇帝都要睇民意噶嘛，啱唔啱啊？蘇丹也要看民意，最高元首也要看民情。如果下一屆武統贏曬，大多數就支持郭振做政府。咁阿江都睇民意㗎嘛，大選咪民意咯，佢又贏返咗咯，咁我作為最高元首去申請款書，我咪撫恤民意，咪放嗰班友走喎，好簡單咯。哪吒個手靠又係靠唔穩㗎，50票是首扣，穿上首扣做煎熬的第一個扣，還有第二個扣，只有兩個扣扣起來，哪吒做牢才做12年。另外一個扣就是來屆大選，我不懂幾時，可能11月，可能明年。第二个手扣就是你下一张票。嗱，听住啊，今晚呢个直播噶，我邱光耀讲噶，509系第一只手扣，咔捉咗啦。第二只扣系下一届投票嗰票，两票扣紧紧，哪吒坐监坐足12年，仲要去我老婆去陪佢。如果下一届你唔投票咧，连呢只都会松埋，哪吒就会保威招义。甚至最高元首抚顺民意，特赦哪吒走佬，大家明白吗？明白唔该拍手，代表你明白。我讲嘅嘢好简单嘅。再嚟，我正话讲我哋嘅改革系靠咩啊 ？Reformacy 就系选举投票，一人一票，一个人投一票。我邱光耀读到博士一票，嗰班傻佬冇读过书嘅布塔戚又系一票。我揸车一票，去科委都系一票。所以如果我哋呢一票都唔翻嚟投，佢哋有几十票坐冇都翻嚟飞车翻嚟投，民主嘛，民主选举就一人一票嘛，佢输咗冇得挨噶嘛，一人一票噶嘛。咁啊，明知佢哋嘅人多，蠢人多，用钱买嘅多，你醒目咗嘅，你醒咗嘅，你又唔翻嚟投，抵紧死咯！我三个字，抵紧死咯。因为他醒了都不可以投票嘛，你509咳一次，下一届不投啊，放松去。马来西亚的人口结构，我们非穆斯林，我们华人同胞跌到23、22，再多30年跌到10几，再多30年即是60年，马来西亚的华人变成印尼华侨。你到时要反都不够票反，现在你可以反都不是很容易反，因为佢唐人票加埋印度同胞票都唔够，佢马来同胞都要醒。马来同胞唔醒嘅话咧，我哋点样投都改变唔到噶。不过马来同胞依家有冇醒啊？醒，公正党、诚信党，佢哋呢班友咪醒咗嘅马来人咯。拉菲兹、安诺个女，佢哋呢班咪醒咗嘅马来人咯。如果大选佢唔支持佢，又唔支持行动党。我哋42席输翻10席俾马华，公正党50几席，一半冚旗，冇得救嘅一个国家。攞枪我哋又唔鼓励，亦都唔应该攞枪革命。攞票阿妈嘅又放弃，真系抵紧死啊！你唔抵死都天冇眼，同唔同意啊？阿咪要一票嘅系唯一作反嘅手段，就嗰张票，嗰张票嘅亦都唔珍惜。你怪边个？你由个子孙怪阿爸，30年前点解会投票啊？因为我傻閪咯。阿妈，点解3年前你唔投票啊？因为我绝望咯。结果依家嘅仔女咪变咗印尼华侨啊？啱唔啱啊？所以我话好简单嘅，我讲嘅 simple logic， 我哋冇办法，亦都冇胆冇种去 revolution。马来西亚都唔应该 revolution， 马来西亚要 reformacy 投票，唐人票已经少噶。李克明讲我哋系周王者，关键少数票。呢、这个时候下一届提名仲系周王者，再多两届三届冇噶啦。呢、这个时候就算系唐人系周王者就 king maker。
我哋都需要开明嘅马人成为替代毛统嗰班扑街嘅新嘅首相，新嘅呢个，同唔同意啊？你行动党派个马人出嚟，佢会讲啊，呢啲马人受行动党影响嘅，佢哋唔会捍卫马人利益嘅，所以我哋一定要靠马嘅人嘅盟党同我哋一齐行。行得最耐嘅，亦都最可靠嘅，就系达到 Three Anwar Ibrahim。大家如果继续支持安华嘅，马来西亚就有得改变。你安华都唔支持嘅，福建话冇变。点解？安华几十年同我哋斗争，佢曾经系毛统嘅副首相、教育部长，佢曾经都系极端分子。不过佢俾马爹屈去，过后佢谢卡姑十几年。他一直以来跟我们不离不弃，这样的马人没有多少的。公正党里面能够有坚定立场的马人没有多少的，他们都有很多疙瘩跳走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像安华好像麦萨乌这样的开明马人，我们唐人就要做什么？造梁子，制造良好的马来西亚政治人物。这个人物可能是安华做首相，可能是麦沙布重新做国防部长，所以我们不只是造王者，我们是造良者，良好的良，把好的马来人换走这批坏的马来人。我们行动党没有反马来人，没有反回教，我们也都不是只是为唐人斗争，我们是为马来西亚人斗争。谁是他们敌人？我们的敌人不是马来人，我们的敌人不是穆斯林，我们的敌人是三大民族那班食钱那班合格人，同不同意啊？我们的敌人是三大民族的贪官，还有马来种族主义者，还有回教党那些宗教极端分子，这些就是我们的共同敌人。他们极端其实是做戏的，我从来不信那班人是极端分子，他们极端出来，为什么做给马来的选民看，支持他们，哇！呢度系我哋嘅马人嘅土地，打喊啊！要布米伊斯兰，佢哋讲晒嗰啲极端嘅嘢，呃嗰啲蠢嘅人，然后支持佢哋咗，佢班友咪做官发达，冚唪唥排排坐出嗰个，所以佢哋一定要讲种族极端、宗教极端，而使到蠢嘅人投去，佢哋上咗去就卖大车，上咗去马来西亚乜嘢都可以出卖。嗱，佢哋讲资本主义系自由市场 free market， 你愿意买我愿意卖，什么都可以买卖，不是的，有些东西是不可以买卖的，爽身粉可以买卖，猪肠粉可以买卖，白粉不得，看到吧？是吗？所以祖宗山坟不可以卖，去班友搞埋三宝山的，民族尊严不可以卖，去班友去出卖独宗的，霹雳州民主政权不可以卖，那班格达第一个树一封可搞卖的，不是样样嘢可以卖，不过各阵乜人都搞卖，可以试图又卖翻嚟，又再生产，又再卖。军舰呢、这个系买卖贪污，出卖国家安全，国家安全都敢出卖啊！你讲起本身咪解要布咩事啊？你呃边个啊？你九十亿人国家的军舰都可以出卖，即证明以后如果有其他国家打过嚟嘅时候，你阿妈我哋派咩船去啊？无影船啊？无 air 船啊？呢啲咩船啊？呢啲就是海盗船，冚家铲。你班有乜嘢都可以卖，依家屋卖声冇钱啊，大麻都可以买啊！佢哋开始讲咩啊？大麻有合法化系咪啊？你班扑街啊！你说禁烟不让他们买烟仔可以买大麻，这帮陷阱人你说什么逻辑来的？就是马来西亚的政客什么都敢死我们卖，我们祖先山坟可以卖，民族教育可以卖，人民的健康试图层可以卖，国家安全军舰贪污可以卖，还有什么不可以卖呢？他什么都卖，卖了还是什么招有瓜事不马鲁博斯库，这个就是民族最大的耻辱。好彩，好彩 ，Inshallah， 好彩，纽厄顿姑，我哋嘅皇帝英明，讲咩啊？我哋唔会咁容易俾嗰班友有得宽赦。嗱，依家马来人咧
就武統又去放鋼頭啊！哇，一個 Bosco 撳咗，有幾百萬個 Bosco 上去啊！哇，就覺得 Bosco 好似好緊英明咁啊！明明一入去坐監咪貪污啊！亞接個仔叫咩名啊？雞仔，個雞仔講咩啊？我爸唔會死嘅，我爸坐監出嚟嘅會更加堅強嘅，就好似曼迪啦。你老味噶曼迪噶，慳啲噶曼迪啦。曼迪啦係民族英雄啊，個黑人係嘛？攞諾貝爾和平獎啊！曼迪啦坐監27年啊，係為民族解放啊，黑人要平等啊，嗰、那個叫黑人大總統曼迪啦。那只咪大貪官冚家產，你同曼迪啦比，你不如叫奧斯馬肥婆同英女王比仲好啊！啱唔啱啊？佢班友真系当佢民族蠢，冇读书喎。佢敢敢话佢个爸同曼迪嘅一样咁好嘢，好嘢到尾嘅，我唔讲粗口都唔得。嗱，民主政治最大嘅敌人唔系独裁，我用华语讲啊，民主政治最大的敌人不是独裁，民主政治最大的敌人是蠢材。民主政治最大嘅敌人系蠢材，因为蠢嘅就会投错票。我哋唐人好醒嘅，佢敢俾50蚊嘅杀夫，俾100蚊嘅照杀，不过投票投火箭。不过有啲蠢嘅唔系，佢俾50蚊去投你，佢觉得选票都可以买卖，嗱乜嘢都可以卖，包括选票都可以买卖。呢、这个就毛统相信嘅 ，cash is king， 票都可以卖。所以佢有乜嘢唔惊咧？佢咪发啲大选咯，大选嘅时候咪有多蠢人咯。好多蠢人去就攞钱去派咯，派喺过后一开票啊，行动党冚旗，安华冚旗，佢哋最惊安华。其实佢唔惊行动党，佢知道行动党冇可能做首相，亦都冇可能做副首相。佢惊安华，因为安华系代表西方人民嘅受伤人选，所以咁多年佢砌三猪肉去屈安华，冚硬咩招数都用。有啲人你都睇唔起安华。好多行動黨啲領袖，一啲各州議員都睇唔好形式啊！我今日公開講，今公開都係同大家講安華嘅重要性。冇咗安華，馬來西亞呢個斯溫野敏嘅陣線，你派邊個出去做首相啊？你真係聽日投票贏咗個河啊？去孫巴邊個做首相啊？你派尼克明啊？我唔係話佢唔係人才啊，不過佢個膚色好多人可能會覺得有問題喎。呢個係咩啊？無變，福建話講。听到吧？所以一定要有个开明的马来人做我们新政府的首相，这个人要靠得住，不可以隔得跳来跳去。这个人就是安华，坐监这么多年都没有帕斯无招，还靠不得住啊？这样的人还是靠不得住啊？给安华一个掌声，证明他靠得住。嗱，我读历史的，我跟大家讲啊，好多反对党领袖同埋民主运动领袖系走佬嘅，安华冇走佬嘅。讲近啲嘅，陈平、马共总书记，佢哋武装斗争嘅。陈平惨赢朱济北征，系咪啊？陈平唔系太难变征噶，解放军喺嗰度打仗啫。乜陈平系走佬去北京噶？唔单止陈平，你讲缅甸斯诺克克亲王长期走北京嘅。你讲台湾当时国民党蒋介石、蒋经国通缉嗰啲民进党之前嘅领袖，徐先良长期走到美国嘅。你话泰国首相啊，俾人推翻啊，塔先、英拉都系走到去英国嘅。佢哋冇留喺泰国噶，佢哋用电话控制泰国嘅红三军点样作反啲啊。佢哋人唔喺自己国家噶，安华系坐监帕斯无招噶，安华可以走到噶。当时边个叫佢走到啊？当时就是土耳其奥多根阿尔多安总统讲安华嚟，马来西亚屈鸠嘅，哎，我喺土耳其收留嘅，安华都冇走到，今年坐监。佢话如果佢一走咧，马来西亚嘅民主运动就散噶。嗱，呢啲就英雄好汉，福建话讲就帕斯无咒。你讲达赖喇嘛，中国共产党要捉佢噶，咪话佢咩啊？新疆分裂，西藏独立，达赖喇嘛都系走过去印度噶。冇留喺西藏嘅，所有反对党领袖都系走佬嘅，孙中山都系走佬嘅。嗱，我今日系三名赌庄嘅 CEO 啊，三名代表咩啊？三单名组啊，三名就系孙中山嘅三名主义：民权、民主、民生。
所以孫中山革命成功之前，十一次到辛亥革命成功之前，去有啲革命有參加，有啲去喺南洋籌款，有啲去走去美國看到咕咕。孫中山係黃興革命成功，佢先坐船翻嚟噶。孫中山都係走佬噶，因為清朝通緝犯，一號通緝犯。你睇孫中山咁偉大噶，中華民族嘅國父都係走佬啊！安華冇走佬啊，你仲笑鳩佢嘅冇良心啊，冚家撚！你放馬士同意嗎？安華真係民族硬漢，馬來西亞嘅民主硬漢，所以大家要一定要支持。大家同意支持安華繼續領導馬來西亞民主運動嘅，唔該用掌聲表示。嗱，我坦白講啊，下一屆選舉咧係福建話大好大派，大好大派就取替我哋人民下一屆大選嘅政治熱情，又唔又重新撻著嗰團火。509就大家有團火，依家團火熄咗未？唔知道。今晚110圍籌款16,000+，證明嗰團火未熄。阿明安順有做工，安順有李可明，安順有好多社青團副會組，好似胡志堅咁嘅人，所以安順團火未保温得好緊要，個火種冇熄咯。不過我唔知馬鞍區佢哋個火種係咪熄嘅話，即係燃燒得越嚟越興旺，唔知道。所以下一屆大選可能大好大派。嗱，如果大好大派咧，我由今日做一個最簡單嘅分析，大好。我哋做翻政府，三大民族新嘅政權，一個開明、進步、多元嘅政權。所以下一屆大選嘅主題咧就係、是、聽好啊，幫我去隔壁茶鋪傳啊。下一屆大選嘅主題就是明天會更好，還是明天會更屌啊？嘅選下一屆大選啊，你的票就決定馬來西亞明天會更好，還是？明天会更屌，大好大派，大好的时候过来执翻正，整个政府帮我 over 好多一次，大派就好紧惨，他们会重划选区，我们以后我们所谓周王者的机会没晒，用钱买票 ，Bosco 逍遥法外，保威招义重新出嚟 ，Rosma。他们的 court case 第一关第一审要重罪，第二审可能没罪，第二审可能有罪，第三关都可能没罪。哇，那帮冚家铲开心到啊！你看到这个就是明天会更屌，大派王家和这么辛苦捉到那帮冚家铲90亿的那帮无影船没事，不过王家和有事，王家和他就会很多恶法来对付你。哇，当时这么好东西啊，挖呢啲挖嗰啲啊，啊又教埋曾泽明去挑战呢啲挑战嗰啲啊，吓冚巴啊冚冚家根啊，王家和就冚家和真系，所以呢啲就系大好大派嘅自己选择。仲有马来西亚嘅政治已经进入咗个新嘅步骤，一个新嘅格局，就系毛统四分五裂，佢哋冇可能团结。马来人的土团堂四分五裂，冇可能团结。回教党四分五裂，大家马来人几个党合埋一齐，各怀鬼胎，同床异梦。所以就算佢哋赢翻个政权都好啊，佢哋嘅首相唔稳嘅。一到国会要投票，尤其是踩真于顺安年尾嘅时候咧，佢班友又可能暗台。所以你睇到胡景朝过后啊。我哋贏開22个月過後，佢哋嘅時解等真邊，時解等真邊過後，佢哋換首相就好似日本換首相一樣，換就好似你屋企換底褲咁啊！以前我哋換一個首相啊，麻爹做20几年嘅想換首相幾難啊！依家3年換兩個，係咪啊？不過換首相就即刻又換佢嘅部長，換佢嘅呢個，所以個班友貪污得更加快。以前暗量實沙咪維烏麻爹時代。又叫咩啊 ？Mr. 10% 慢慢食，100蚊投資佢哋食酒水10%，慢慢食，長有長食，所以慢慢食就好似去 buffet 有冇食西裝？哎呀，帶埋個口水捐，係嘛？用嗰個
巨扒慢慢食，有啲西方藝儀。而家班友因為兩年做一次換一次首相，可能十八個月換一次呢個部長，去坐呢個部長坐首相副首相嘅位，去大食特食，快啲食，因為如果驚佢冇得食。所以睇到馬來西亞呢幾年嗰班友嘅貪污啊，哎呀媽，佢哋真係食得個好肉酸啊！以前三啲嘢都慢慢食，冇咁樣衰啊！依家佢班友食得好肉酸，點解？十八句就唔係輪到我嘅，可能每天冇得高壽。Sabri 唔係揾我做啊！所以依家我做緊內閣部長，快啲破硬拍食多啲酒啊！呢、這個就係馬來西亞大派過後啊，會好可能比以前貪污更加緊要。那吉一條友食咁多，那吉一換咗教學，跟那吉揾食嗰班友講：我大哥走咗，我冇得食，仲唔快啲食？唔食会过期啊，会酸啊！今晚你嚼晒去，打包冚硬攞晒。呢个就系马来西亚政治大好大派，我同你讲大派最 agree 嘅 scenario， 最肉酸嘅马来西亚嘅民主政治就系明天佢哋赢够翻，明天会更屌。所以中美贸易战、俄乌发生战争。全球供应链断了，食品安全危机，通货膨胀，货币贬值，明年的情况会比今年更严重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你一定要明天会更好，就要投回去做政府。为什么？我今晚再跟你讲最后一个重要的理念，我们就好像一把锁。人类这种动物是万物之灵，其他动物都贪心食嘢，你喂只狗食一个鸡髀，佢喂个 hamster 都会将嗰啲瓜子储喺度。猫狗都可能自私啲，两个鸡髀放喺自己嘅笼里边。我哋人系会发明锁头，要将啲嘢锁起上嚟，惊人抢。我挑战你，你揾出一种动物识发明锁头嘅，冇系得人类。所以人类又私有财产，又贪婪，人又贪心，所以会嚼更多，鸭更多，然后唔敢俾人知，又惊人抢去，就要锁埋一齐。行动党就呢个锁头，喺大开大派大开嘅时候，我哋可以锁住国家嘅财富，唔好俾咁样贪官嚼晒。大派嘅时候，我哋亦都有民主嘅政制嘅制衡，能够使到锁那支笨仔嘅个锁头唔会松开。所以这个锁头需要大家继续支持，你不要让个锁头生锈，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盗贼国家，盗贼国家周围都是贼，通街都是贼，大开的时候也有贼，大派的时候也有贼。所以行动党这把锁头就很重要，如果你打烂了个锁头，个锁头锁不紧国库，你打烂了个锁头，个锁头锁不紧笨贼了，从布扎扎亚到笨贼了，这个锁头都锁不紧，你下一代就扑街了。马来西亚破产，马来西亚好像斯里兰加那样就很快到。为什么斯里兰加现在这样？因为他们没有锁头嘛，他们班贪官行文嚼晒食晒，总统副总统可以坐飞机走佬嘛。马来西亚靠你了。所以我说今晚我不会讲太长了，最后我跟大家温习下今天我讲了几个要点。第一，马来西亚没可能 revolution， 没有可能革命，马来西亚只有 reformation， 所以我们捍卫自己权益的只有一张票，那是你唯一造反的武器。如果你唯一作反靠个票你都放弃，你就正戆鸠抵紧死。第一点啊，第二点，下一届选举大好 and 大派，如果大派以后就好紧惨，大好就有一个新的明天，新的马来西亚的政局发展。第三，安华很重要，安华是我们周王者也是周养者最重要的 candidate， 没有了安华，我们反对党做鬼都不灵，因为你没有一个共主你对那班哈迪阿旺、穆希丁、扎布里那班行行大贼大蛇。所以支持安华，支持麦萨乌是不是很重要啊？同唔同意啊？用掌声表示你同意明白我今日讲几个 point。最后记得人系要有希望嘅。周星驰讲啊，如果人冇咗理想，冇咗希望，同条咸鱼冇乜分别。
是吗？所以我们人一定要怀有理想，怀有理想还不够，有理想还要传播。孙中山革命成功，为什么？因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传播给中国同胞，当时马来亚还未独立，还传到南洋，还要在安顺起一间书馆叫做三明学校。喂喂呼呼呼呼，是吧？我们的校歌校歌从三明二校到三明独中都是三明主义啊。不过从维维老师没有跟我解释，是我自己读书读回来的，证明孙中山一百年革命都要在学校启齿的明知。因为民主政治最大的敌人不是独裁，是蠢材。所以我们要办教育，今天要办千人宴，要饮饮食食。为什么要饮饮食食呢？因为民以食为天，民以食为天，食饱了第二个民以知为天。民除了要食还要知，所以你是人，你是民，你是人类，你除了吃得饱还要知为天，知识，你要读书，要看报纸，所以你要看 Facebook， 你要买报纸。你有没有看到狗和猫搞 Facebook 的？有没有看到一只虫去，但看到鸡虫去买报纸看的？没有，人是需要的。所以今天吃饱了，今天这么多经就跟你讲很多民主的思想，拜托拜托，我在泰国学回来的，拜托拜托，帮手我传播，讲给更加多朋友听。明天会更屌还是明天会更好？安华靠得住，信得过。来接大选，我们华人是造梁者，造梁者。我们一定要用唯一的武器，那个武器并不是手榴弹，不是火箭炮，是一张票。因为我们相信民主政治是 reformacy， 绝对不是 revolution。 这四点记不记得啊？记到的麻烦拍手好吗？大家帮我传好不好啊？下一届大选我邱光耀一样会回来安顺帮手助选，下一届大选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安顺猪肠粉，是吧？有些香饼都不错啊。希望大家同胞继续同心协力，我们共同的希望就是希望马来西亚明天会更好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